备份报纸。嗯。娟，您怎么来这儿啊？怎么，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啊？不是。还是说你不想见我呀，一成哥哥？也不是，我这现在在工作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这样，你先工作，我在这边等你，等你结束了陪我去个地方。啊，去哪儿啊？来份报纸。哎。谢谢。啊。你好，同学。嗯，请问你是外语系的吗？为什么猜外语系啊？因为外语系的美女才最多呀。你是今天来学校上课的吗？今天是周六吧？你好，最新的大众电影。你是一个人过来的？对啊，我一个人啊。嗯，其实我不要见于美，我要大众电影。我可以带你去转一转，然后看一下那个。我在这里好长好长时间了，找钱啊！好长好长时间，那你自己拿吧。今天晚上有个舞会，然后我邀请你去做我的舞伴，可不可以？哎呀，不巧，我今晚有约了。谁呀？其实我可以邀请他，或者是他们一起，好不好？谢谢你邀请我，下次吧。好，好，好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，老师拖堂了。你下回别迟到了。行。走吧。我呢？我呢？怎么样，大学生活不错吧？嗯。所以你要好好学习，争取考上一个更好的大学。嗯。就算考上大学，那主要任务还是学习。虽然同学之间的交往活动很重要，但是太多这样的活动会分散学习的精力，所以。就是，所以什么？所以还是要以学习为主。哎，你带这些东西是干嘛去啊？送人。送谁啊？一成老师。嗯。是你答应陪我出来的。所以今天不管去哪儿干什么，你都不用管，你只需要陪着我就行了，好吗？好。依晨哥哥，就在这里吧。哎，这东西这么多，我陪你一块儿进去吧。不用了，我很快就出来。你相信我好不好？就在这里等我。那行。
你别打他，他是我爸爸，我亲爸爸。逸晨哥哥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太着急了。菊兰，我不知道他是你爸爸，对不起啊。我妈不让我见爸爸，他俩在闹离婚，但我不想让我爸离开我。我们是一家人，应该在一起。李成哥哥，谢谢你今天陪我。